本件经本署检察官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及刑事警察局深入追查，业经侦查终结，任有14名被告分别设有背信、内线交易、财报不实、非常规交易、特别背信、逃漏税捐、帮助他人逃漏税捐及填载不实凭证等罪嫌，均依法提起公诉，另有130名被告涉犯逃漏税捐、帮助他人逃漏税捐及填载不实凭证等罪，任以缓起诉为适当，依法各为缓起诉处分，并依逃漏税捐多寡，据以预支被告等，向公库支付之缓起诉处分金，共计5821万余元，至被告等之犯罪所得，除于侦查中经查扣及缴回，共1億6535万元外，其余上亿元之不法所得，亦均依法申请法院宣告没收，以彻底剥夺犯罪所得。